在特別氣候和地理環境培育出獨特風味的咖啡豆，沖出來的精品咖啡越來越受歡迎，有咖啡愛好者對烘焙及炒咖啡豆別感興趣，修讀專業認證課程成為炒豆師，將在中、港、台和日韓很流行的精品咖啡文化和風味與具發展潛力的加拿大進一步推廣。请收睇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的报道。